百度音的朋友们，一二三 ，We are one， 大家好，我们是 XOM。的生动的去表现上瘾，比方说我们有一个经典动作是突然是做一个爱心的手势，而这一次比爱心的手势可能有一些特别，它不是像一般的这样或者是这样，是这样。对，那么我把这个中间的一些就是破解的动作给大家示范。好，来呢那个队员帮我们正常看一下，好吧。Hello, 这是唯一的解药，就像我发现他的 destiny。 哇，对，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上一期的知识节目 MV， 也多多喜欢我们的这首歌，也多多关注我们的舞蹈。这首歌上瘾，就是跟这首歌的歌名一样，里面的歌词最重要是上瘾的 overdose， 是吧？所以说应该是最具代表性的歌词。然后这首歌的意思就是，当一个男人因为爱情然后陷入就是陷入然后无法自拔的时候，就是会出现上瘾这样的情况。然后呢，这首歌曲是 Urban， 然后 Urban Hip Hop R&B 的歌曲风，然后希望是大家能够听一次就上瘾的。包括舞蹈，舞蹈就是看一次就上，也希望是像歌名一样，所以他们能够看一次就忘了。其实我们每一位成员都有很丰富的想象力，也都具备作曲的能力。然后比较可能我在中间个人比较最感兴趣吧。然后其实队长他也是很喜欢作词的，对，然后自己也是写词写 rap 之类的。一般像我的话呢是就是没事的时候喜欢去听一些不一样的元素，音乐元素，比方说有电子的，有吉他，有 piano， 或者是 synthesizer， 我喜欢去听这些特别的一些音乐元素，然后去从中找一个我认为是最好的音乐元素，然后从它开始，就是从一个点嘛，然后再慢慢的往远方挖掘别的乐器，然后也就是说。灵感啊，灵感一般来源于生活的一种经历，对，
有时候我们比如在活动的途中，比如说跟粉丝见面之后，或者说去到一个不一样新的地方，比如说来中国也好，在韩国也好，或者去美国也好，对，可能不一样的地方给你不一样的一个感受，所以可能说你人在不一样的地方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不一样的地方有不一样的灵感，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OK。就算冒着上瘾的危险 So bad, no one can stop her Hello, hello, 我想要她的一切她的爱就是唯一的定律她的处女我证明越怕我机会无法自拔不像是指点心跳快到极限窒息的瞬间找你叹了一口气 Hello, hello 这是唯一的解药至少无法解脱的 destiny 全身动脉沸腾着 yeah 终于能找回这感觉想得到你 Someone call the doctor 快帮助我对我说爱情这病上瘾 Overdose 四年的时间带着恐慌就开始折磨慢慢越被你深深迷惑 Too much 是你 Your love 这是 Overdose Too much 是你 Your love 这是 Overdose 所有人都在问着我怎么我战斗之后的再来永远都不够人心已经蔓延从头到脚但我不计较想接受的这种刺激那么痛快 Can't stop Hey Doctor 这种感觉到底要如何抗拒不了你给的毅力让我慢慢被融化你的潮水不息如果这种感觉不